我来射门，你的脚打开。好，打到我的。你看我都有穿鞋子，要轻轻的才不会痛。哦，你要踢很大力会痛。开灯吧，啊，太热了啦！等一下要去哪里？你要去大便哦。飞飞飞，梦想就在前方。去哈！你会这样吗？这样子。这是我新的新招。你企鹅走路。呵，赶快后面传。以后你要踢很大力哦，等一下脚又痛痛了。